这次我住的是在长沙，在长沙看看，下面有一个小房子，然后隔壁就是小区，就是说比我想象的好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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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两一个一样。哎，你能不能从鼻子里面流出来？就是那个鼻子里面流出来的烟。我想冰淇淋啊，长很难吃吗？你尝尝，看你们鼻子。哇，你看这个花，这个它居然会动，就是它会一开一合，一开一合。我想买一朵。哎，这里还有个鸟哎。真鸟。吃饭了，就是说这里的菜我每一道都想吃。今天点一遍流口水，而且我很久没有来，就是见到这种真实的电风扇，还有阳光，就感觉回家了，就很难受，你知道吗？很难受，我就很难受，就是有种以前在老家那种感觉，然后空空不拉几的，然后在那吃粉蒸肉，是不是？吃粉蒸肉，可他都没有写推荐，好吧？那你看看，吃个蔬菜，手撕包出来，可是感觉这个藕条挺好吃的，想吃，现在好吃。这一桌那边还小小小，我的电饭锅上来，就是电饭锅，电饭锅，这也太实在了吧！这好像是我家十年前用的电饭锅，对，就是怎么都用不坏的那种。九重的大鹏一路辉煌，闪耀的光芒，哇，旌旗飘扬，遮挡你锋芒，哇，爱你，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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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要卸妆了，明天就要走了。旅行日记，好开心啊！自己吃的跟家里的很像。鸡汤面，我刚刚写菜肉丝，然后这四个鸡，这个不知道。哎，我看。今天又肿又丑。还有人来拍，我觉得自己好自卑啊。他们那个谁能懂，谁能懂，因为我昨天睡前吃了螺蛳粉，因为太饿了，但是我现在很后悔。今天吃饭开心，我敬大家一杯酒。我真的会讨厌这个酒店，每次都好绕啊，而且看不清东西。今天是他旅行日记的第二天，然后今天晚上就要回去了，希望今天不要太累吧，早点结束。我看到一只螳螂，我眼眼，哎呀！啊，你要奔跑起来，拍一个那种，你边跑边笑边回头，快点。啊、那你给我拍一个。那你，我要。
看。对，要在树里面跑。今天对啊，我给刚刚就是捡到一个柿子，我来试吃一下。好，闭嘴。我来试吃一下。你就这样的，这样会重点。你刚这好日系，我就觉得。我刚震惊了，这个柿子居然是甜的。哦，哎呦！来，我们要捡的这狗，不是捡的这个。他说准备养它，是偷的。哎，是人家阿姨。他怎么这么害怕？不是，这是流浪的。哦，这么小就流浪？是后厨的那个养的。没有，他说不是养的。不是养的吗？对，他就说就是流浪狗。是流浪狗。好刺眼！许阳玉卓也太会拍了吧！好会啊！我什么时候可以这样拍？看我刚刚拍一拍这个，这个感觉是今天最好看的一张照片。今天我们的拍摄就要结束了，然后这是我今天在这里拍的最后一个。天哪，王颖怎么这么好看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好了，那就哎呀，沈梦瑶怎么这么好看？哎呦，真的是的。